Long Line 由内地娱乐公司乐华管理。早前嫁人消息一出，引起了不少粉丝不满，因为身家的三子同样属于乐华，简单讲就是自己人，而且没有跟到比赛之后的排名。有粉丝说根本不用去比赛，自己公司组一团出道就可以了。而在比赛排第十名的赵天翼的粉丝曾经在社交平台表示过不满，未知是不是要为是非扑火。官方最近就宣布，因为赵天翼表现出色，所以请他做龙拉儿童艺术教育公益大使。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个位置是什么来，定是只是一个安慰奖，真心希望乐华可以好好处理后续的问题，等龙拉可以好好地正式开始活动。